近日我哋特首喺人民公园又寻访咗一位武林传人喎。呢位武林传人打嘅河门河派嘅功夫呢，佢打嘅原来系连黄飞鸿都学过嘅合家拳。呢位师傅叫邓振刚，佢系合家拳第五代传人。听邓师傅介绍，合家拳系一位叫星龙长老从西藏传到中原而流传至今嘅拳法。所以大家有冇发现喺邓师傅练拳，系咪觉得有啲似喺度跳西藏舞呢？最特别一点咧，系同人唔同嘅咧，就系、是、嗰个平步起落法，就系、是、一踎低一起身，即系而家所谓叫心室樽，系嘛？咁佢个动作咧就练腿力、练腰力、练协调，同埋咧实际就系躲闪。睇嚟呢套从西藏舞蹈演变而嚟嘅功夫，真系架势堂。话又讲翻转头，想将合家拳练好，唔系得铺牛力就得噶，要有技巧。合家就手咧就好似两条鞭咁发来发去咁打，要放松嚟打。但只手咧就一定要碌嗰啲石丹陀，系嘛？大铁环嚟练，要硬，因为你只手系武器嚟噶啦。啊，如果你只手唔硬，一碰到嘢嗰阵时候，你只手就伤啦。合家拳里边咧都有象形拳嘅，你睇邓师傅喺度打紧虎壳相形啊！咦，等等。嗱，呢个姿势点解咁熟嘅？哦，原来系黄师傅黄飞鸿嘅招牌动作啊！冇谂到呢个架势原来系出自合家拳噶噃。呢个招牌动作大家虽然见得多，但系你又知唔知呢个 pose 有啲咩来头呢？佢一个咧就爱嚟摆装，摆装系我哋广州话俗称，即系实际就准备同人打嘅一种姿势。再一種咧，佢實上隻手咁一分開咧，佢實上人哋拳打過嚟啊，或者腳踢過嚟咧，佢就用嗰個橋手將人哋嘅拳啊或者手啊將佢鞭，實依下叫鞭捶。同咁上邊手遞起咧，就準備保護個頭部啦。啊，因為你隻手打咗落下邊咧，係嘛？咁你上邊空擋咗噶嘛，所以佢隻手必然遞翻起，就準備應急用嘅。合家拳當然就唔止呢一個招牌動作啦，佢仲有另一個獨特嘅標誌性動作喎。聽講呢一招一亮相咧，就有明顯效應噶啦。呢个咧就系我哋合家派嘅嗰个动作叫做法子，咁佢法子嚟讲咧就系一个信号，即系话同门，如果有人侵犯你嗰阵时候啊，虾你嗰阵时候啊，系嘛，咁你一做出呢个信号出嚟，咁咧就知道哦，原来大家都系练呢个家派咧，咁就无谓嗌杀啦，无谓打啦。咁第二个解释咧，佢实呢个系手法嚟嘅，佢呢个系点穴位用嘅。再一个咧，实际上呢个系拿手嚟嘅，又系擒拿手嚟嘅。嗱，唔好话我唔提醒你啊！如果以后你见到有人用呢个手势同你打招呼呢，哼，我劝你呢走为上策啦。邓师傅而家最大嘅愿望呢，就係将合家拳嘅武术代代相传。除咗传俾自己个仔之外，佢仲希望将中国嘅功夫精髓传遍海内外，令合家拳唔单止成为家族武学，仲要成为民族武学、世界武学。合家拳会恭祝各位猴年顺利顺利，一切好。